Taiwan is not a nation. It is a renegade province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. The whole point of this conversation is to have everyone. 我参加这个论坛，因为主题是疫后的世界的秩序。我留意到主持人本来是想谈的，就是，发达国家没有担起领导的角色，让一些贫穷的国家得不到疫苗，得不到应该有的治疗，我觉得是个不错的话题。我也想介绍一下香港抗疫的情况。谁不知道这个姓蔡的这个台独分子，一开始就说武汉肺炎，这个我觉得他是故意在一个国际的场合污蔑啊，抹黑啊，国家的，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个科学的名称了啊，而且就在我们立法会，有反对派的议员故意讲武汉肺炎，我们都斥责他不许继续的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阻止他，所以我就说，你要是在讲，武汉肺炎他抹黑。武汉抹黑我们国家，我就不能继续了，我不可能参与这样一个场合。